来，谢谢，感谢咱电视前以及咱现场贵宾，大家好。哇，这个精神非常的赞哦，咱好朋友啊，真久啊，真无简单，会当讲伫这个大舞台来，甲咱的事情以及咱的现场贵宾来，甲咱做一番的服务。上重要是真感谢电棒时间，咱的小齐甲咱服务啦。哎呦，甲咱好朋友真久无这个吼，咱会当面对面的互动，因为欣赏到咱的现场贵宾来自四面八方这歌王甲歌后来甲咱参加的这个快乐大舞台时间，真欢喜！这点钟又到阿凯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咱同款呢，和咱朋友用着轻松的时间，啊，甲轻松的歌声，来和咱全国时段来欣赏。首先呢，咱先来邀请到来自真远的所在，来自玻璃，会当讲看清楚是美人腿，有咱的这个玻璃小欣，以及玻璃，以及到咱的这个小欣的这演唱有名的所在。那当然是讲有名的所在，也会出现到歌王甲歌后，真欢喜。咱邀请了第一位，咱的邱桂生邱大哥，要来安排第一首的这个好听的歌曲《美醉的借口》，共同欣赏。风中醉烟恨难舍，思慕的相思情难了，讲一句我愿意为你走为你留，心肝内加几秋为你绵绵好，付出的情意怎样你嫌不够，怎份的爱放最流，心痛的伤痛到老，啊，我看透透酒甲吞落啊，卖问我要醉的借口，飘云烟飘飘，风中醉烟恨难舍，思慕的相思情难了，讲一句我愿意为你走为你留，心肝内加几秋为你绵绵好，付出的情意怎样你嫌不够，怎份的爱放最流，心痛的伤痛到老，啊，我看透透酒甲吞落喉，卖问我要醉的借口，心肝内加几秋为你绵绵好，付出的情意怎样你嫌不够，怎份的爱放最流，心痛的伤听到老，啊，我看透透酒甲吞落喉，
别问我要水的石头。谢谢，感谢咱的贵生大哥。我要来问咱的贵生大哥，你敢有在啉烧酒？是无五罐无啉了？啊，无是安尼，什么意思？无五罐无啉了？哦，较早是那无五罐无啉啦，啊，那即嘛是唔通过来就对啦吼。哦，对，哦，啉烧酒拢会有酒口啦。啊，但是我唔知咱的这个咱阿那达吼，你若如果少年的时阵啉烧酒的时阵。伊会讲，你敢会有迄个烧酒？人讲酒后吐真言，还是烧酒苦花？啉完醉，转去回咱的太太无？敢有这个经验过无？唔捌吼，我酒品真好呢，甲你按个赞。啊，你咱年纪也到一个程度，烧酒本底就是穿肠毒药啦，咱就是尽量会当卖啉。啊，若要啉，会去酒下开啦，吼、哦。安好，啊，恁这笑是意思讲袂过啦吼、哦？谢，感谢恁的听堂，来。咱继续赶快邀请咱的玻璃，咱的林啊、美凤姐要来安排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桂花梦》。我心为难，哈难。
难舍一场梦，有情无缘分难舍西门，一杯梦又不甘将心碎作了断，面对面只有目眶来，谢谢，感谢美妙这个歌声，咱的这桂花梦这首歌吼，毛头啊，介多啊，想到一件代志。恁现年贵宾敢知影有一个所在，台湾有一个所在叫桂花巷无？你敢知影伫倒位？敢知？那知影甲我举一下手咧，我送恁一个礼物者。真正对台湾的这个迄、那个桂花，迄、那个桂花巷哦，有一出电影哦，伫咧那个苗栗，伫苗栗的所在做戏的。还有一个真动人的这个咱的这爱情的故事，伫一个咱的苗栗的所在。所以讲这首歌描写的真侪无同款的迄个开口。所以讲哦，咱这边会听了讲，这首歌至少伫咱的这个咱这个电视台来甲播放。所以讲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来呢，同款呢，好歌一首过一首，继续来邀请到咱的林克时林大哥，要来安排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春夏秋冬》，就来欣赏。
水重，山顶的看望也已经暗。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哇，咱的克许大哥吼，啊，拄啊含咱的春联节吼，拄来讲，哎，老公吼，哎，老公讲有啥物拢食袂大，可能是胃肠歹，还是伊的胃肠歹，但是咱的这个克许大哥真的很会唱歌，因为这首歌吼，你有去啊注意无？你看他很注重那个口脆甜啊，春夏秋冬哦，有迄个和音，迄个脆甜吼，有对。啊对的对，迄音就拢都对。啊，所以讲这应该是有咧比赛吧？还是厝内唱欢喜的，唱欢喜的哦。啊，上场也是讲，阮有迄个歌手比赛呢，迄个晋级杯的歌唱比赛第三届啊呢。啊，有想要来参加无？报名免钱啊！来，等下报名，你再去唱哦。啊，七十一岁无要紧啊，年纪也毋是问题。你做侪吼，拢也是迄个舞会吼，拢变少年的呢，拢去上这个型，拢变少年的，变会倒嘞，会唱会唱。我甲你鼓励，等下去遐摕迄个表来报啊，拿冠军十名吼，那十万块吼，第一名十万块，咱分一半吼，好公道啦吼，啊一半再我到起听哈，好谢谢。来继续，遇到咱赶快是台中，咱来抢春联节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古情。
人怎样放你一人怎样爱下去？